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电影周在广东广州启动，活动以光影湾区青春力量为主题，包含湾区大影周展映计划、电影产业创新融合高质量发展论坛、青年电影扶持计划等系列活动，将持续到9月24号。当天粤产影片毕业第一年作为开幕推荐电影进行了展映。我也希望能通过这部电影能反映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困境，告诉他们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多去尝试，为你们的人生找到更多的一些可能性。